大家好，我又是那个猥琐的大行鸡，一日最兴奋的时候又来了，好像又是兴了六两，依然空腹两条黑咖啡，又去菜地看看今日有什么菜。咦，牛腩豆。咦，旁边好像有督屎，诶，不是，原来是一只西红柿。真令我不知道哪个家的鸡蛋留下个鸡蛋仔。美好的一天就在这一刻开始。昨天吃成个牛肉炒个牛腩豆番茄蛋汤，有肉有菜又有汤。牛肉是好吃，但是它很贵。番茄它便宜，但是它很难吃。吃饱就要开始今天的思考。一觉瞓醒，已过天晴，又到吃晚饭的时候。天落鸡为虾，养咗五年几嘅白贝又可以食啦。再去芒果木嗰度摘一啲黑木翻嚟炒，白灼鸡为虾爆炒黑木，再打个白贝海鲜炖大菜汤，又系凉菜一汤。在减肥嘅期间都唔可以亏待自己。